进去。你用夹娃娃机来夹这个。等一下，我要拿出来啊。那椅子要拿出来啊。哦，这是夹娃娃机。我来解释哦，我来教你怎么玩。我教你怎么玩哦。好啊，你会夹吗？对啊，我真的会夹。哇，这是夹娃娃机耶！梦想没有极限。哎，里面怎么没有放东西啊？你要放这个球啊，在这里啊。好，那准备夹娃娃开始。那要用战斗陀螺吗？用什么东西？嗯，要用哪一个东西？它可以用进去。真的吗？你看哦。哦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怎么没有嘞？你不是说你会？啊，用这个。太大了。用这个呀。用这个。又没有故障。那你用那个可以用进去吗？哪一个？用你刚刚这个啊。只是它只能这个线只能用进去哎。对呀、啊。妈妈，它怎么不行夹？嗯，为什么不行夹？这是你说要夹的。因为依依不会耶。因为这里没有啊，因为这里没有电线。因为你要投钱啊。因为不行投钱到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能用按的。我跟你讲，你把这一台倒过来，钱在它的下面，真的。来，在这里，我给你看，在这里。哇，可是这里有螺丝哎。嗯，这个打开，哇，好多钱啊！怎么这么多的钱？可以投进去哦。要投这边呢、啊？投这边。可以投哦。对呀、啊。那请妈妈帮你剪开。请妈妈帮你剪开，有很多的钱。好，帮我解开。看小叔在上班。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嗯，梦想没有极限。哇哦哇！你的钱都掉在地上了。这样就不可以夹娃娃了，赶快！你有好多钱哦。但我很多钱要买东西。啊？怎么一边捡一边掉啊？怎么越掉越多？嗯，老板，你的钱都掉在地上了。我凯凯才是老板。凯凯才是老板哦。嗯，因为他是买东西的。那你要叫凯凯来找你玩吗？你快点啊，我在等你夹娃娃耶。对，我要放啊。我要放你。你要放什么？等很久了。你要放屁噜、又掉出来了。啊！啊？这些作业啊，切传票微博。啊，迄都拢会计咧做诶物件。我工课嘛是足侪拢是重复性繁琐诶，啊，可是只要你我在做的工作，我都会把它简化。
等一下。他来了，可以投吗？